大家好，我是 Jimmy， 我们是双 J， 每个今天晚上9点要准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哟。真的，大家进来没？赶快进来，赶快进来，赶快进来。我们今天聊很有趣的话题。没错，而且我们有今天节目一开始最开始就要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真的，重头戏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这个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京都电影。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双 J 跟大家答应什么吗？嗨，四号，嗨，第一名，投降。嗨，那我们上礼拜就是有跟我们的丁丁大大，就是凹到一款一盒京都谍影嘛，对不对？就说要抽给大家。真的。我们就是整理过后呢，哒哒哒，我们把签放在里面了。没错，都在里面了。签在里面了，你们看到？你们看到？看到好，用心整理出来。对，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抽签的资格。嗯，资格就是呢，上礼拜有留言，就是有当下回应我们有留言的人。对，那只要你有留言，我们就把你的名字写进去，这样你留五个就有五个名字这样子。对哦，所以说留越多机会越高。没错，就是你留言很多，你讲话就是很聒噪的啦，跟我们反应就是互动良好的人，你中签率就会很高这样子。很高。但我们就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一个人。就是如果你留8个或10个，我们也只留5个，就是里面就是有你的名字，可能会有5个这样子。OK， 好，懂了，懂了吗？懂了吗？懂了吗？好，好，所以呢，我们以后都会不定期的，就是抽出这样的活动，没错，就是想办法跟大家拿一些奖励这样子。对，嗯。所以大家就是要那个跟我们就是常进来跟我们聊天，对，跟我们聊聊天，这样我们就会不定时的送小礼物给大家。没错，好啦，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准备抽签啦。好紧张啊，谁会得到呢？到底会是谁呢？真的，哎，现在京都电影爆红，哎，你有看那个大爆红有影片吗？他好厉害哦，厉害的，大家一定要去看，快点，等一下看完我们直播就立刻手点进去看《走路痛》最新一集的，就是他们帮京都电影拍的影片，超厉害的，超强，他只花20秒就把京都电影的规则讲完了，而且超好玩的。好，对，来，那就 Jimmy 抽，我抽吗？我抽吗？你抽，那我要决定大家的命运。你抽。好，那我要抽一个咯，好紧张哦，怎么办？那我抽出来给你。好，好，我现在抽出来了。你在镜头前开啦，你在镜头前开。镜头前开哦。在镜头前开。好，那我现在要开咯，我好紧张哦，为什么我这么紧张啊？好，那我们抽中的是谁呢？是谁？是谁？是谁？是四号。是四号哎、欸。Yeah， 好，四号，哎，这样有对焦吗？有吗？有吗？有吗？是四号。OK， 好，那我们就是抽到了四号。所以呢，我们上礼拜的这一盒京都谍影就要送给我们的铁粉丝号，应该是命运。这是命运，对。对啊。那你第一个进来就第一个抽到你，这样。真的。这故事告诉我们，以后就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耶、yeah, ，那四号这一盒就要送给你啦。送给四号哦，对，真的。对。好棒。那待会就麻烦你是私讯粉丝团这样子，我们会有小编再跟你做联系哦。真的，就跟你做联系，看你是要来我们贝克街拿呢，还是我们寄给你都可以。对，都可以。对，就是送给你京都谍影全新未拆。未拆，未拆。真的，恭喜你得到京都谍影现在最红的两人游戏哦，而且是不是还没上市啊？好像还没，还没上市，好像还没，对对，真的哦，可以预购啦，我知道可以预购，可以预购，现在有在预购，对，可是好像卖好像还没开始啊，有人跟我们下个课预购，对，我也有，有客人在问了，对，好，大家可以来预购这个游戏哦，今天好，今天我就送给四号啦，好，那我们今天的重头戏讲完啦，那现在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就这个啊，来来。好，喝一杯。其实里面是水吧？哇，这里面是水。其实里面是水。大家看一下里面是水。我的是多多绿。高粱。但其实高粱。就是，那怎么看都不像酒啊，就是多多绿啊。调酒。好啦，没有啊，我们真的是喝水跟多多绿。就是喝饮料这样。对，喝饮料就跟大家聊天。对，就假装是酒这样子，毕竟我们双 J 就是很棒，我们围在镜头前喝酒给大家看。可是我们已经满18岁了，这不用强调。虽然说有点看不太出来，还是其实看得出来。好啦，我们就是满18岁可以喝酒。好 ，OK， 好，好哟。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平常大家就是一年，你知道酒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东西。没错，对，但是尤其夏天，夏天就一定要喝啤酒啊，一定要啊，从冰箱拿出来冰冰凉凉的。
喝惨了，好开心哦。对，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十八岁以下不可以喝 酒，而且喝完酒不可以开车哦，然后开车也不能喝酒哦，没错哦，真的。好，除此之外，在安全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就可以偶尔放松一下，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介绍喝酒的游戏给大家。嗯，好，什么叫喝酒游戏呢？通常大家喝酒一定会就是想要输的人喝一杯嘛。对啊，就是要不然你这样没就是没缘没因的，然后就突然间喝，所以大家就会想要说哦，怎样输的人就喝一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介绍很适合喝酒玩的桌游给大家知道。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一样跟以往一样，就是我们准备了五款我们觉得非常适合拿来配酒的桌游。好，第一款来，我们已经摆好了。对呀，五颜六色的，有些跑东西跑进路径了。来来来，你们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先闪一边，你们先闪边，先闪边，对，先闪一边，闪一边，闪一边。好，你要看这个有没有？它盒子在哪啊？在那里啊。哦，好，因为我们要把它拿出来了。好，因为我们今天为了给大家看游戏，跟我们双 J，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离镜头间有点远，有点远，对。是要说他不会喝酒哎、欸，马来西亚不会喝就玩游戏就好，对，就玩游戏只玩其实也很好玩，搭配这条小惩罚其实也很有趣。对，反正就喝多多绿啊，输的喝一杯多多绿，或是养乐多，我听说养乐多喝多会吐，会吐，对，就是在这些喝到吐之类的。对，就是有影片有这样嘛，对不对？好，好 ，OK， 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一款游戏是这个，叠杯派对，这游戏超嗨耶、欸，超好玩的，它是新游戏。对，它新游戏，新游戏超级新，超级新。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缤纷的杯杯在桌上嘛，对不对？好，很多很多的杯杯。好，然后那我们游戏呢，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会依照玩家的人数，然后就是把杯杯平均的分给大家，然后颜色也是平均的。好，然后呢，我们就会按下命运的转盘，撒灯放开绿色。好，然后呢，出现的颜色会有两种，那可能同色，可能不同色。好，不管。反正呢，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比速度，看谁最快可以把自己面前的杯子叠在上面，把它放完，放完的人就赢了，就这么简单，讲完了。好，对，好。然后那怎么放呢？好，今天我们的杯子分成就是杯身的颜色跟杯底的颜色。好，当我第一次看到紫色出现的时候，我必须把身为就是身体是紫色的杯杯放上去。好，那你看底座是不是出现蓝色？所以我等一下放什么颜色？蓝色。OK。好，那像 Jimmy 这边他就要放粉红色。好，所以我就放蓝色，快快快，我蓝色在哪？好，放上去，好，又是紫色，紫色，紫色，快快快，你怎么啊？你怎么那么快？你好像很快。好，然后蓝色，好，就像这样子，大家有看到吗？对，好，我们就是赶快的把一样，就是身体是一样的颜色，赶快放到跟底部一样颜色，就是最快放上去。然后只要你最快把面前杯杯放完，谁就赢。好，所以我们花五秒钟的时间会给大家看。好，预备。可是，可是有个地方没有讲到，好，什么？就是像像刚刚，如果我现在堆，怎么解释？好，刚刚是什么？哦，像我刚刚现在要堆紫色，对不对？对。可是我现在杯身已经没有紫色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立刻你就自己按一个按钮。好，我现在这边变蓝色，那我就可以立刻放一个蓝色杯子上去。OK。但是前提是只有你杯顶的颜色跟你的杯身不一，就是无法配对的时候，对，才可以做一个重置的动作。没错。语言癌。语言癌。就是语言癌。这样子。好。这样理解了吗？所以这游戏没有 bug， 因为它不会发生你没有办法堆的状况。对。没办法堆就按一下重新来，重新再来，这样子可以了。重新再来，这样。好。好。OK。好哟，那我们就花五秒钟的时间快速玩给大家看。那你要那个啊。好、哦。你要那个、啊、哦，没有，因为我刚刚原本是想说，就是我规则讲完，我们就是快速直接开始吗？对，因为我们的特色就是快速。快速。好啦，所以 好，你要照规则。就这样，这样，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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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快看，来开开放开开放下注，开放下注，看是 Jimmy 赢还是 Jimmy 赢。可是我们要玩完吗？没有，就是很快啊，是五秒钟而已啊。好，准备喽。好，一开始。蓝色，不行啊，可是我没有蓝色啊。绿色。有人像我赢吗？以往玩游戏我比较厉害。
今天五款 game 都是反应系列吗？我看一下，嗯，好像可以这么说，好像差不多。我说好多、哦，酷酷好像差不多都是反应，但有一个不是啦，有一个不是，有一个不是，但大家就知道啦。好，但大部分都是反应型的游戏。好，嗯。OK， 好，那这游戏呢，其实我们又自己研发了另外两个玩法，都很好玩。好，那我就简单讲就好。好，那第一个玩法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杯杯都放在桌上。好，然后呢，我们就是随机的抽两个到自己面前。好，然后呢，我们就数三二一，然后我们开始就是从场面上杯杯找到一符合条件的，然后就立刻放过来。像我这个就要找蓝色嘛，对不对？好，就把蓝色拿过来，把它叠上去，然后再找下一个紫色。好，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把场上杯杯拿回来自己家里面，然后呢，看谁就是把杯，这样看那个杯杯被拿完的时候，我们看谁堆叠的最高，谁就获胜。好，所以这是第一种玩法，大家用抢。然后大家就会手忙脚乱，说不定还会不小心碰到你喜欢女生的手。不是啊，这不是重点。好，然后呢，那第二种玩法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我们一样就是会那个把杯子都平均分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用自己的两个杯杯当做起始的杯杯。好，然后那我们就是三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赶快把自己的杯杯叠到别人家里面去。好，所以我们可以就是针对某一个玩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四个人玩，对不对？我们就可以针对一个人，然后赶快把杯杯都叠到他家里面去。好，然后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谁面前的杯杯被叠得最高，然后他就要喝。他就输了，他就输了，没错、哦，对，没错。好，所以这个后面的辩题玩法是我们后来在玩的时候自己发明出来的，对。所以说，就是非常推荐大家这个游戏可以配喝酒，就是叠杯派对，没错。好，介绍给大家、哦。好的，好，第一款讲完了，讲完了，来，我们推送出荧幕。好，好，我慢慢来收它，我们需要空间。好，那我先准备另外一个。好。接下来，所以看他打脸。四号说又是一个联谊的概念。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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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没有偷渡联谊的概念在里面。真的。讲完自己。他是很猜 Jimmy 哦输。哎，他猜你输。Sorry， 我赢哦。可是我输哎、欸，哭了。好，那我们先要介绍第二款游戏。嗨阿空，嗨。好，我们介绍第二款游戏给大家。好，来第二款游戏呢，它是一个系列作。好，好，他们分别是好可爱。我们要成为就是科学家这样子。Hello， 有两个，第一个叫做疯狂科学家，第二个叫做烧杯博士。Hello， 这是一代，这是二代，一代二代这样子。好。他们玩法非常简单，就是呢，你要成为最厉害的科学家这样子。Uh-huh. 来，疯狂科学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好，我们要来用试管把这些魔药调配成答案要的样子，先把它调出来，这人就获胜了。好 ，OK， 好。第二个呢，烧杯博士，所以我们会有烧杯，我们要把里面的原料放成就是答案要的样子，那先弄完谁就赢了这样子。OK， 两个都是很吃技巧的反应游戏。好。那重点，这游戏是化，就是我们要大家想象我们是科学家嘛，对不对？所以呢，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有害的物质，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用手碰哦，用手碰你手会爆炸，这样不行。好可怕哦。对，所以呢，我们待会在玩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的去交换里面的原料。好。这些成像一些强酸强碱，没错，就是会爆炸，会爆炸，这样。好，科学家的答案卡是这样子，嗯。对，它会有三根试管，然后上面会有颜色，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你要怎么把就是球球倒成它上面的样子。嗯，好，那最慢倒出来的人呢，就把卡片收走，就扣一分这样子，看谁先扣分的就输了。OK， 懂。OK， 好，好，很简单，很简单。那比较特别，来这游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则。嗯，因为呢，每个人看到的位置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来，是不是绿色在上，紫色在下？如果我倒出来变成紫色在上，绿色在下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立刻倒转你的烧杯，倒转你的试管，只要方向颜色是对的就可以了。哦 ，OK， OK， 就这么简单。这样子可以倒置。对，可以倒置。好，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喽。准备开始了。来准备哦，准备哦！哎，我找个东西来立我们的卡片好了。好。嗯，怎么立比较好呢？这样子。
好，来，那你该看镜头，我们该看反射，应该看得到答案吧？看，你是说他们吗？我们看啊，看不到哎、欸，不行，我看不到，那、啊、看不到哎、欸，我离镜头真的很远。那我们就自己看啊，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自己先看，好，等一下看完比完之后再看我们有谁有摆对这样 好, ，OK， 好，准备喽，好，一二三，好，所以就是不能碰就对了，太难了吧？等一下，这个哦，我知道，有了，完成。完成啊！我差一点啊！完成你！你是对的吗？我是对的、啊， okay. 我是对的、啊。Oh, 真的耶！来，大家看，我是对的、啊。看，第一个是空的，再来是绿色、橘色，再来是紫色、绿色、橘色。真的，我也是对的。对，我们都对。那我先，然后你先，我又喝。喝我真的是，我还是去玩罗伦佐好了。好，这个是疯狂科学家、嗯。那再来是烧杯博士。烧杯博士呢，就是你看里面有那个猪猪，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搅拌棒去改变我们猪猪的位置，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盲人玩会超好笑，就是那边。然后题目一样，就是呢，我们要让里面的猪猪它的位置跟卡片上面一样，这样子。OK， 好，那就再来喽。又来，可是我们这个还没弄好哎、欸，没关系吗？其实应该还好吧。其实都在外面吗？没有，其实两颗就像这样啊。哦，对，然后啊，就是这游戏就是它，你不可以让猪猪就是直接到那个位置，对，你一定要让它先拨到中间之后，然后你才可以转它，然后再把它拨出去，这样。对，所以就是这个的话，你不可以直接拨动猪猪，你要让它进来中间这个位置。没错，这是规则。好，准备好了。好哦，可是我这颗还进不去，没关系吗？没关系，然后让你一颗。那我一颗。让你一颗，让你一颗，让他一颗，让他一颗。好，一二三。啊？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有中间？不是啊，为什么会有中间？会啊，有时候会有。等一下，我无法理解。等一下，好困难哦。等一下，中间是在中间。应该要拉出来，它应该要放在这个位置。哎呦，好难哦！天哪！这样，这样，有了，这样，绿色一个出，紫色，嘿，完成！你又完成！完成！都没弄错，来大家看一下，来橘色，然后绿色在旁边、嗯，然后下面是橘色在右边，然后绿色在左边，然后两颗紫色在中间，耶，完成，喝啦，我刚喝啦。好，让大家会玩科学家跟烧杯博士了吗？真的，这游戏就是，尤其是喝懵的时候玩，然后像我刚才就是明明就没有喝懵，然后就是弄不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弄不起来啊，这太难，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没错，只有手抖的游戏我会输，比反应我没在怕的啦。哦，拜托。好，大家可以来挑战他，跟他比很难赢。好，那我们第二款游戏，就我们系列做一起介绍，《疯狂科学家》还有《烧杯博士》，介绍给大家。耶、yeah ！喝酒玩的时候超好笑，你们就可以那个玩得很嗨这样。接下来第三款游戏呢？好，第三款游戏是这个，动手不动口。好，它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询问度非常高的游戏，对。然后呢，那怎么？那你看嘛，就是顾名思义，动手不动口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待会要看图案上面的动作，然后我们大家不能讲话，可是我们是用笔的这样子、嗯。好，那我来示范给大家看。好，如果我们今天呢，就是桌面上的卡牌呢，我们就会。一叠卡牌在那边嘛，然后我们就会抽一张起来。好，然后呢，那这游戏很贴心哦，因为它为了大家坐在桌子的四周，然后看到的那个方向会不一样，所以它设计了四个角度的那个动作，可是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管坐哪里看到的动作都一样。对，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公平的。然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那个比卡片上出现的动作，然后卡片上出现的动作会分成右手跟左手。
好，右手跟左手，然后呢它有时候会出现只有一只手，有时候会有两只手，然后我们就是要赶快比它指定的动作，好，然后左右都要对哦。 OK， 好，像这一张的话呢就是这样子，来让居民示范给大家，可以这样子跟它反方向，这样好，这样 OK， 所以像这样的话，这样看到了，好像这样，对 OK， 好，然后那但是呢有些时候，然后哦，然后再这张好了，这张的话就是这样，没有，这不行，他手没有交叉，手没有交叉，对啊，这手有交叉，手没交叉，哦，所以这不行，所以这不行，这做不出来，所以你不能用平行，不行，这要手，他有规定，他这很，这是超细的，就是有分手交叉，所以这一定要手交叉做，嗯，对，啊，这个是没有手，这个，手没交叉，对，所以你手不能交叉，对，好，这其实是我待会要讲的第二个规则，就是当你发现说卡片上的动作你没有办法比的时候 ，OK，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赶快报熊。这样，对，好，然后呢，那不管是你可以做的动作你做最慢，或者是不能做的动作你抱胸最慢的人都要喝一杯，没错，对对，所以这游戏就是非常刺激，而且大家会很好笑，我就会一直手忙脚乱，就是怎么样，就在那边手忙脚乱，完全就超好笑，对，没错，好，所以这游戏推荐给不计形象的大家，就是那个没有在 care 形象，然后就是大家会在那边手忙脚乱比，然后不能讲话，对，然后就是会很好笑玩起来，然后这游戏叫做动手不动口，然后尤其在喝醉的时候，也不一定啊，就是半醉不醒的时候，那时候玩都会看不清楚，好不好？看不清楚啊，就是什么，这是怎样这样，很好笑，推荐给大家。好啦，真的，准备了，这也要玩啊，这么快。玩，可是他们看不到吧？可以啦，我们先做完再给他们看答案。可以。好，啊，我今天超累。那我们就放这边。好，来，一二三。又喝？不要。一二三。哎，不对。哎，没有。哎呦。一二三。差不多。好，一样快。好，一二三。哎，不对。这个是这样吗？对，哦，真的耶，好，他做不出来，像这个做不出来。一二三，哎，不对，没有，这做不出来。对，我都要慢一拍。一二，啊，这个怎么弄啊？这样就这样啊？好，你好弱哦。我今天很累耶，同学你好弱哦。没有，我今天真的很累，要不然 PK 罗伦佐啊，气到。PK 农家乐，农家乐，好，这样会玩了吗？动手不动口，真的，耶，yeah ，好的，好，接下来，其实我这游戏教了800次，我没有玩过一次，真的吗？哎，它很好，这样讲是对的吗？它很好玩，欸，上课没有这个游戏啊，你们没有吗？我们没有，真假的？对，好，好，那上课没有，所以如果要玩的话，来贝克街玩哦。可以来找我玩，我教你玩。可以来找 Jimmy 玩，上课没有这游戏。这游戏我上一次教是2年前，然后没有玩过。好，好，来，那我们接下来第四款游戏。好，第四款游戏，哎，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哎。真的吗？哎，真的耶。好，我们要加速。好，我们要加速了，来。好，等一下不要玩了，等一下就直接讲。来，第四款游戏呢，叫做伐木达人。它就是一个敲树皮的游戏，嗯，那我们待会儿呢就是要小心翼翼，每个人能敲两次，把树皮，像这样太雷，我们只能把树皮敲下来，因为一个树皮一分，可是如果像我这样敲太大力，不小心把树心敲下来的话会扣5分，诶，4号好厉害哦，知道是扣5分，真的耶，对，没错，树心扣5分，树皮加1分，把所有树皮敲完，好可爱哦，我们就游戏结束，看谁的分数最高，谁获胜。好啊，这就是我会输的游戏，因为这是手抖游戏。我也觉得这棵树超可爱的，就每次看到这棵树都觉得很疗愈，不知道为什么。来，我敲完了，换你，换我敲。好，很优雅的敲，很好哎，很优雅的敲。哦，不是吧？我已经很小力了耶！你不太会敲中间呢，一二，来，这样失败换你，只能敲两下哦。一二，哎嘿，有，一二，哎嘿，是我的。你不要抽成这样吧，他快倒了。一
哎呦，接杀。然后，你敲这个会掉。不会啦，我把它敲回来。敲回来。神救援哎、欸。好强哦、喔！天哪，想干嘛、啊？可是我觉得这很危险，我先把它敲回来。我超强哎、欸，你看。好夸张哦！我都没有得扣分。一。很会哦。气死人了。灰。这样好逊哦、喔啊！想要温柔敲他却没办法。好。直接这样打毁了。打毁了吗？伐木达人，真的就是要敲这个树，然后不能把树砍掉。什么复健吗？阿空说我们在复健。好，那我们之后做复健主题的时候也可以。真的，对，问你手受伤啊？哦，就是被烫到。真的假的？好，介绍给大家，这游戏叫伐木达人。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游戏，对不 对？可是你们应该没有在喝酒的时候玩过。我跟你们讲哦，吃了桌游，喝酒之后就会变得不一样。哎，真的耶，他说可以反，可以转啊，真的耶，不用反着敲，可以这样转呢。对啊，可以这样转、啊。我把我第一次玩的。可以这样转，超可爱。哎，我每次都觉得这棵树超疗愈。超可爱的。超可爱，超疗愈。好，这样子喝完了吗？喝完了。它是我们今天介绍唯一一个不需要反应的游戏。对，这算是技巧的游戏。对，对，就是不是反应，就是不能手抖玩的游戏。对，不是反应类型。那我就输啊，好啊，我都输啊，好，我喝，我输。你已经赢三个了，赢三个了，我的水快喝完了。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玩到中风。中风哦，对对对。我想说满桌子的游戏包在哪？它就是处罚、啊，就是你玩的时候，如果你输了就喝。真的输了就喝，因为它很快可以分出胜负，所以很快大家都会喝挂。对，真的好哟。好，那我们现在介绍给大家的第五款，最后一款压轴。好的，字母风火轮。我这游戏超弱，我先讲，我超弱。超强。那我不要跟你玩。超强。我不要跟你玩，大家可以来找他玩，不要找我。好，这游戏好。好。我想说介绍给大家看书。哦，你要开给他们看吗？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好，不管，就这样。好，这游戏呢叫做《字母风火轮》。好，大家不要看到英文就很紧张，因为我们还是有中文可以进行的。好，那我们这题目呢就是在后面，所以拿到它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它翻过来。好，然后把这个盖盖打开。里面有题目。好，打开之后里面有题目哦，一堆的题目卡，因为很常有客人跑过来说，Jamie， 我们没有题目。好，题目在后面这样子。OK， 好，拿出来之后呢，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开始啦。就把开关打开，我开了。好，就把它打开。OK， 好，开了之后呢，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干嘛？我们这游戏呢，它是一个计时器，然后我喜欢称它是一个炸弹。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炸弹就是传来传去，看在哪一个人手上爆炸。好，然后呢，我们等一下按下去之后。有没有听？很紧张，超紧张的。好，他就开始计时。然后呢，每一次啊，你轮到你的时候，你就有十秒钟的时间想出一个跟主题相关的东西。然后如果像你想不出来，就会像刚刚这样，时间到的时候，你就会喝一杯或者被大家揍。好，那我举例，比如说呢，抽到题目卡上面，好，我抽到的话，我可以决定一个。好，我想要决定这一回合的题目叫再派对象，而且游戏超贴心，还有英文，所以你们跟外国朋友玩是 OK 的。好，就这样。好，再配对象。好，那在配对象呢，我们等一下大家就要开始轮流想，在配对象会出现什么东西，比如说啤酒啊，然后帽帽啊，彩带啊， okay， 彩带啊，对，杯子啊之类的，对，小丑。好，然后就要轮流去按，然后就是以字首为主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英文很好的话，你当然可以用英文，比如说 beer， 你就可以按 B 嘛。那如果是杯子，那你就可以看杯子是 b， 所以你就找 b 在哪里，把它按下去就对了。好，那你看哦，按过的东西 ，OK， 像这样扁扁的，好，只要。按过之后你就不能再按了，所以你剩下的东西会越来越少。那要是轮到你的时候你答不出来的话，时间到就喝，就喝喝，对，就喝。好，我这游戏超弱，再玩给大家看吗？玩。以前 Sam 有说想要看双 J 玩，可是我超弱，真的超弱。好，那你抽题目。我抽题目。题目给你抽。好，那我抽一个。这我超强的。这我超弱耶，超强，我一定输。好，哈，这太难了吧。好，我们注音有，我们有注音，我们有，最后我们还粘起来了，就是它会附在上面，这样不会掉。对，大家看到吗？就这个红色这一条，红色是注音，对，红色这一条看到。
红色的主题这样。OK， 好，我决定了。好，题目是。好，题目是这个男孩名。男孩名。好，男孩名。好，就是等一下有男生的名都可以。好。好，那要开始了吗？好啊。好哦。那哎，我先。你先。好紧张。哎，你把它关掉了？我没关啊。我也没关啊。那为什么没有？好，开始了。Peter。George。那个，等一下，那个路在哪里啊？好，算了 ，Jack。Mark。Ethan。Wesley。Alan。Roger。Harry。Bob。Fred。什么中文啊？有啊，有啊。完了 ，Leon、Dennis， 还有什么啊？好紧张。哦！我先揍 Jimmy 一下。这下我想不到了耶。还有什么啊？没有了。天哪！好可怕啊！哦，对。可是 S 被啊啊有 S 还在，说 Kevin 哦 Kevin， 对，还有啊 Nick 啊，哦 Nick 对，有 Nick， 对 Nick， 哎呦好笑，哎我难得赢，这游戏我在玩十次，有九次都会输，刚刚是运气好，我刚刚突然没想到就是脑子打结，真的超累的。好，这游戏打毁了吗？叫做字母风火轮。这游戏啊，真的是就是在喝酒乱超嗨，因为就是输的就喝一杯，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我们今天的五款游戏再帮大家复习一次，没错，快速来。第一个叠杯派对，第二个科学家系列，科学家系列，一个是疯狂科学家跟烧杯博士。好，第三款是这个。这个噔噔，动手不动口。好，第四款是噔噔，伐木达人。好，第五款就是这个字母风火轮。真的，大家赶快来体验看看，超好玩的， yeah。 这个超嗨。对，其实这游戏就是在我们店里面出租率超高。对，因为大家就是喝酒，说哎，请问一下，可以推荐我们喝酒游戏吗？有。可以推荐我们一些就是很可以惩罚游戏吗？有。就是他们。没错，真的。好，那我们就推荐给大家哦。好，那就到晚安的时间。耶、yeah。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记得收看我们的双 J 秀。好，拜拜，晚安。